刹那想出神啊。今天啊，看到一段话，再跟大家一起来就说分享一下。他说，你遇到的人都是被你自身的能量所吸引过来的，所以你是谁便会遇见谁。欢迎大家来到于姐有约的节目，今天是2022年6月16号，于姐有约的第77期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新中国联邦庆典2周年的我和我的新中国联邦伙伴们、兄弟姐妹们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为什么我们会相聚在爆料革命中？为什么我们会被我们的七哥所吸引，而且成为第一批的新中国联邦人，成为第一批人类上的无苗有族的这样的神人族？那都是有原因的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，好吧？这也是那今天的话，那我们继续来分享。今天是已经分享分享到了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几个人物呢，也是参加了2次庆典会的，那跟我呢相对来说有多重交集的啊，就是说交集点的这样的，就是说兄弟姐妹们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哪一位呢？这位在演的话，我已经分享他很多次了，从第一期开始就想把他放在分享的就是名单里面，因为他对我非常的重要啊，对我非常的重要。她的名字呢叫霹雳姐姐，应该很多人当我其实没有，霹雳姐姐还不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她。